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10月16号，5周年限定皮肤环产投票就开始了。那么哪些皮肤值得投票呢？下面伟哥就把这次参加投票活动的19款皮肤都一一展示一下特效，小伙伴看完之后就知道该投哪些皮肤了。首先展示一下百里玄策的白虎痣。接着展示百里守约的朱雀痣。接住胜利，螳螂捕蝉，朱雀在后喽。子弹上膛的声音，是我唱歌的先兆。First blood。螳螂捕蝉。接着展示花木兰的瑞银痣。接着展示一下苏烈的玄武痣。有些灵魂长如千年。接着展示一下凯的青龙痣。接着展示几款 KPL 限定房产皮肤的特效。笑话。接着展示一下甄姬的游园惊梦。接着展示一下杨玉环的御剑飞天。若问前世，皆在风中。若问前世，皆在风中。接着展示一下上官婉儿的梁祝。Yeah.
马斯五帝万字。接着展示一下孙悟空的大圣娶亲。接着展示一下露娜的一生所爱。往哪儿跑？心跳的好厉害！接着展示一下庄周的云端筑梦师。接着展示下干将莫邪的冰霜练武曲。接着展示下公孙离的秘诀之下。最后来看一下蔡文姬的奇迹圣诞。大家看完19款限定皮肤的特效之后，心里是否有答案该投票给哪款皮肤了呢？